竹联帮名人会高调举办的春酒引起关注，现在检警进一步的调查，在新店、芦洲等地全面逮捕了帮派分子32个人。这群人日前还曾经因为经营非法事业挣得头破血流，当中一方还在新店掳人，而警方为了要一并查其枪毒，这回还出动了警犬队来协助。开门！盾牌先进。芦洲高级住宅区警方破门逮黑帮分子，为了查缉枪毒，警犬队出动，仔细嗅闻。6岁拉布拉多 Yoto 专长查毒，一下就找到毒咖啡包。3岁半的狼犬 Apple 也帮忙侦搜爆裂物。除了新店和芦洲，帮派分子还藏到屏东民宿。包含宜兰，包含中部，还甚至哦，在透过了不断的变换车辆之后，逃到屏东这个地方。全面查缉，32名犯嫌，连移送都大阵仗。你现在后悔加入帮派了吗？红色衣服是竹联帮名人会还有信堂干部，日前跑到新店闹事砸店，还掳走人家店内17岁员工。隔没几天，蓝色衣服天道盟天芦会的范姓干部想要帮忙寻仇，还砸错车行。毒品咖啡包286包，辣椒水枪，还有球棒、西瓜刀等器械，都是犯案的呈堂证供。警方强调，扫荡黑帮的动作不会停。记者刘思、周宗麟，新北市报道。